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台出售武器及与台发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每一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了严重错误信号。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一明确载于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信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一系列严肃承诺，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任何形式的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停止对台军售。民进党当局勾结迎合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甚至幻想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同胞带入灾难深渊。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家的企图和行径都注定徒劳，必定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